IC 封测大厂细品十月份营收73.8亿元，比去年同期成长12.6%。细品透露，面对即将来临的中国大陆光棍节，还有欧美的耶诞节，看好存货过多的状况会逐渐减少。如果库存去化顺利，今年底到明年初将会出现客户回补库存的机会。